唱起歌来啊，我刚刚讲了，刚刚一个特色，让我们这些什么讲，特别对于怀旧歌曲的，我一直拉不出来，就是因为我们很难去接受一些新音乐。但是你在中庸之下，把一些老歌放在歌的后半段，让我们在回味中，哎，也刚刚讲，也不知不觉接受你啊，彭佳慧这个人以及前面他的一种唱法。我很想跟你唱歌。哎真的，我本来跟我的宣传说，我们可以去小哥的节目跟小哥一起合唱，例如说我小时候喜欢唱《戏凤》啊，啊，因为小哥唱小调的歌特别好听、啊。来，这个是我们那个真是太老气了。不会，《戏凤》现在很流行呢。啊，我反而这个时候怎么讲？对，听到你这种方式啊，我就发现很多人。其实像我这样比较年长一点的都会开始这个，因为你那种做法开始的时候，你有没有加入这种 idea， 还是你在尝试这样的歌，会不会觉得刚开始觉得也不伦不类，怪怪的？我以为他，我觉得例如说待会我们要唱那首旧梦，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首老歌，不管它是不是一首新歌，然后加了一点点的 老歌的 melody， 但是我还是觉得它的感觉是老老的。可是后来我才觉得自己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因为它是一首好歌，而且推出以后看了反应觉得哎呀，除了反应还不错之外，我觉得这几年当中我观念很清，就是越来越清楚的一点，就是说一个歌手其实你要清楚自己的声音的表现可以表现出怎么样，然后只是要很清楚说自己的声音的部分，然后适合去唱什么样的歌，最重要是好歌就不能去排斥。所以有的时候方向各方面我们如果硬要去主导，有的时候不见得就准确。对，而且有的时候真的我不否认，其实我们的不管西洋歌曲也好，或是我们台湾的歌也好，中国的歌也好，真的老歌真的是太经典了，很妙、啊、有的时候由我们这些可能比较新的歌手来唱、给他一种新的不一样的感觉，也是很棒的、是那个旧梦我常常一听再听啊，就接下来介绍的里面有叫做落花流水。对对对，哇，这个编排的非常奥妙，不管这个现在在电视机前的也许年轻朋友你早就对他这个歌已经很熟很喜欢，年长的朋友坐下来听听，你听了后半段就发现它的变化非常妙，加上它的歌喉的表达是个这个很奇妙，用听的好了。带来这首歌旧梦。旧梦，那等一下那个微微风你要帮我唱微微风。哦，你说我如果会的话边边插插花的。好，不是插花了，是一起唱。那我怕这个我如果站在旁边啊，反而这是影响这个歌的感觉，你一个人诠释就太美了。因为我也要跟观众一样，我也要丢盔卸甲啊，端一杯茶好好的欣赏这个歌曲，因为镜头如果照了我自然会不自然的。就是这个动作我从小看到大，就把这个歌给浪过去了。今天是现场演唱，我不行，我一定要在旁边啊，随便我摆什么姿势好好的听。这个歌叫旧梦，随着你的旋律啊，哎，这不用讲刚才的画面。这真的太好听太好听。这个这类的歌你还不止这一首啊，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听到你一声再会，也截取了这么一段啊。对，我们把它改编成有一点点 R&B。 那这样的一种就是几首之后还有没有说还会想发现一些好的老歌再结合在你的歌曲中？我不会去排斥。对，那我觉得也要创作的人啊，对，我们去邀歌的一些我们有这样子的想法，然后有创作人可以写出这样子的好歌，我都不会排斥，只要好听的话，只要好听、啊、只要我可以唱得好的话。好，是对。那么平常呢，我知道很多歌手唱得好，现场能力这么强，都曾经在 pop 里面磨练过。对，目前呢很想回去唱，可是没。自从名满天下之后，没有，我第二张真的第一张、第二张都还有回去唱，还回去唱、啊。但是因为常常就会遇到有一些通告，然后又要跟那个老板请假、找代班，就不好意思。固定的班来讲，可能会常常打断、干扰他，干脆就。是。不过有的时候，校园倒是我看你们也很多，学生好喜欢你。对，去校园演唱，或是有的时候没有灵感的时候回 pop 去听听别人唱歌，然后如果有歌手邀请我也会上去唱。对啊，是那平常私底下跟哪一些艺人比较走得近一些呢？谈得来一些、周汉良、对，可是已经有几个月没有联络了。对，他们不是本地人，还有柯以敏偶尔才来一下。对
哦哦，就是一两位是吧？嗯，哎、嗯。哦，还有明雄。啊、哦。对对，这个哎，那还不错呢。你要问我，我也会这样子，有时候一下想，哎，对啊，我想不起来，我也真的要想一想。因为如果我，对对，我不知道我把他们当朋友，不知道别人有没有把我当朋友，我也想不起来。不过朋友来讲的话，这个平常就是说，可以 share 分享一些好心情的时候，或心情这个低落的时候啊，通通有啊。那这个，那么演艺人员。我知道交朋友有的时候也挺困难，不是说我们故意要封闭得很紧，嗯，但是可能同行就有这方面的顾虑，可以把它拿掉啊。那么拿掉来讲，还是会有些许的这个有一个万一啊，这方面可能是人与人之间现代人啊，常常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哎，没有安全感。今天你跟他这个聊了一些内心很深的话，可能明天又不知道是不是他是不是 FM。FM 是，万一嘴巴很大的话嘛 ，FM 电台嘛，电台嘛，常常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哎，没有安全感。今天你跟他这个聊了一些内心很深的话，可能明天又不知道是不是他是不是 FM，FM 是，万一嘴巴很大的话嘛，FM 电台嘛，啊，听不懂，FM 就是对全省广播的。啊，这也是很伤脑筋，所以变成公众人物是，说说看，你红的时间，你红得很快，但是真的踏入演艺圈并不长，这方面也有很多感想吧。以前你可以自由自在，对，但是我没有管那么多。啊，你也没管那么多，对对对，就是想要做什么事情，只要不违法，不伤害别人，不伤害自己，是，都去做了。啊，该聊的就聊聊了。嗯，这个红了以后，这个作息出入的地方有没有说也要稍微这个注意了？有没有？路边摊嘛叫饼。我喜欢吃路边摊。啊，照来啊。对对。被认出来的感觉呢，有时候。很好。啊。那么，哎，就是人家三温暖了还敢去吗？我不敢洗三温暖，我就是有一次去洗三温暖，然后是不管你好坏，大家都想看一看嘛。有一个阿桑，他就妈出去报告了，进来，那个彭佳慧来，佳熙了，大家都围起来，我来看嘛。对啊，然后洗三温暖，大家都不穿衣服的嘛。是啊，总要。然后他就你是彭佳慧，从那一次开始之后，我就不敢洗三温暖。是，害大家真的进去还要稍微装饰一下啊。小哥洗三温暖吗？啊，我们也是会有这个现象啊。男生也会吗？你以为男的洗就没人看？也是看啊。哦，当然，也是要看的。我那下哦，我洗了矿石，什么什么。男的也是有人看，这倒其次。有的东西是，还有一种叫你们有没有抹背？那有人有那个人有那个仙嘛，就是仙就是搓一下慢，哎，去角，这样叫去角质。以前的年纪大人叫把这个慢给洗掉。你看水多脏，上面浮了一层慢，就是把它都咬掉。那就有这种服务嘛，那个干毛巾对不对？揉一揉。那我们洗澡是常洗，但有的时候那种背后弯不到啊嘛，啊，那个时候就三温暖，他就可以帮他洗的毛孔畅顺。就我有一次去洗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次还有谁啊？还有胡瓜、小亮哥、杨凡，我们都有。正好在那个洗，那不是说只洗正面，有的是大腿内侧全部有没有？嚯，那个真是，嚯，尤其是洗就洗到腿还抬得很高，脚刀侧劈那种。内侧这样，真的很干净哦。就在这时候，你说也就算了。你说这个时候这一对一嘛，腮胡给你推推的，怎样在跳的热水，正好就有人来，那个小弟去通风报信，好多人来看，哇，一大堆人，哇，魏青年，哇，你想腿抬得那么高，你能看吗？你真是能看吗？哎，我们再拍拍麦卡，麦卡。很好玩的。这是伤脑筋啊。那后来你还有去吗？后来哪里敢，不太好意思，哎，不过这个如果是夫妻啊，银色的情侣就没关系了，他们还可以洗，像那种北投啊、阳明山都有，就是属于一间的，那就比较方便。不过那也是不太好，有一次我也是洗得很高兴啊，还在里面潜水，哦，一看旁边，糟了，旁边有个垃圾桶嘛，还有那个，你还没讲完，我就很想笑。一看呐，天呐！
还有生理期那些很多东西丢在那个垃圾袋，哇，那就代表前面有客人，大家正好有例假，我们也是，他们也是洗。那我们刚刚我们不懂，还在里面潜水吧？我们不晓得当时愣在当地很久，这样再洗一次，这次用莲蓬头，我真的。后来那家果然不久就关门，生意也不是很好。可是后好多人来抢啊，因为那旁边的石头都是那种属于那种原石啊，用人工敲的，山上故意砌出来的石块堆起来的，有一点复古风嘛。可是因为就是因为这种风声传出去，大家都不来洗嘛。哦，就这嘛，上班的休假嘛来洗，嘛是啊，不管车一找我都嘛进不去里面。可是很多人来抢石头啊，据说那里面很容易找到积雪石。也很好玩嘞！啊！哇！羞汗！不，哎，说的是刚才聊到是怎么聊到这，就是说有的知名度有一些不太方便，但是我看你大概完全无伤，就是说只要愉快，也就是自在的时候啊。这个其余这个知名度乃身外之物嘛，要做自己会比较开心，很自然的一个人，哎，是是，不好意思、啊、跟你聊这些哈，不会，很好玩，这是我的本性，真是。知道啊。